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：即將公布通脹掛鈎債券 I bond 嘅詳情，最低息率保證將會設喺兩厘。陳茂波喺網誌撰文話 ：I bond 嘅籌備工作已經準備就緒，快將公布發行嘅詳情。對於市場顧慮本港係咪有機會陷入通縮，令 I bond 失去吸引力，陳茂波話：全球低息環境好大機會將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，而海外主要市場相繼大規模推行貨幣寬鬆政策，帶嚟嘅通脹風險唔可以忽視。I bond 嘅設計發揮咗兩頭兼顧嘅優勢，最低回報保證達到兩厘，確保投資唔會因為通縮陷入零回報。若果通脹升溫，回報至少能夠跟得上通脹。發行呢一批 I bond 之後，以65歲或以上嘅長者為對象嘅銀色債券，亦都會緊接推出。如果認購反應理想，會考慮加碼發行。